希金斯假期参加轰炸日本本土的战斗，遭遇敌军疯狂的抵抗，希金斯所驾驶的飞机中弹，一时陷入困境。与此同时，跑田村三个年轻的村民正飞奔去营救自己的朋友跑田村村长的儿子，把刀收起来，姚坤，别把自己砍了。哎，姚坤昨天被当地的大土匪大丫头派人绑架并强迫成亲，整整一夜被传说中让所有男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控制，此刻他也正好脱离虎口逃往家的方向。别跑，坤儿，坤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坤儿，坤儿，回来吧。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被抢走的。这五个人因为不同的际遇，意外地在同一个地点相遇，也正因为这次相遇，五个年轻人有了不同的命运。要不你们跑吧，别管我了，大头要是来抢我就让他抢，我不在乎。坤子，大家都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不是来接我的吗？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？霍儿，你这头一回要是给了大丫头，这辈子就没人要你第二回了。哎，他到底欺负你们？你给个痛快话。没。坤子，我们兄弟几个一起长大，都了解你的心情。这事儿本来我们不该问，楚燕关心你。霍儿，大丫头，女魔头。你是从小吃人中长大的，真的？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吧？到底把你咋了？你说呀，坤儿。我被大丫头抓走了，你们是不是都挺高兴的？你说什么呢？别都快急死了，他都哭了。对呀，本来我是肯定能被他欺负的，但是我说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敢动我，我死给你看！哎，啥都没干。哎，他没脱衣服呀、啊！我一说他穿上、哎。我不信，我什么时候扯过谎？救人吧！
行了，行了，不行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姐，东西还我。累不起了，我这屁股抽筋了。捡石头从我，那是担架。胖子真是做汉奸的好材料。他要是敢做汉奸，我油炸了他。喂，喂喂喂！你们想想，修机场就先来救我，他们要油炸我，对，可以开枪打他们。爹，爹，别难过，我没事儿。大丫头到底胖姐怎么样了？爹，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儿子吗？说实话了，大丫头，到那得是多结实的女子。坤子这回不遭几个大难回不来，总有一天，我要给大丫头几个大难，给坤子报仇。强点出息！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的儿啊！爹，真的，爹，你是了解我的。那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爹，咱们要发财了，不发财都不行了。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把天捅了这么大一个洞？你们几个怎么不拦着他呢？说，你听我说，说，事儿是这样。怎么怎么的？会有这东西？他的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别说话。是他让我拿这个跟他们的人说事的。说什么？哎，你带这个更像。老乡你好，是中文，要不然我听不懂啊。捡重要的说，你别吓唬他。闭嘴，都闭嘴。好，说。他们先让我找药箱给他包扎，然后说他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，让我们一定要救活他，还说纸箱已经被日本人包围，只有用飞机来接走他，还问我有没有一个宽阔的地方。我说我们村有一个。哪村？跑偏村。
然后他们说给我们500块大洋，让我们在10天之内修好一条跑道，要不然他的伤势会很危险。我想了想，10天会不会太短？我还没想好，他们就说给1000块大洋，我就答应了。然后我看飞机快要出事，我就把他抬到了这儿。另外一个还没来得及救呢，他已经死了。要不然你说，你说，飞机爆炸了，你们就来了。说完了。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多，会找答应的做吗？我什么时候撒过谎？我说我会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不会交给鬼子啊，不会，一定照顾好美国人，一定不让回来找你。你找我干什么？让你知道说话不算话的下场。然后人家就叫我们走，他们就去拦着鬼子了。叔，这次胖子真没瞎说，我也听见了，他们是真敢跟鬼子干，那枪声密的都没点躲藏。爹，我要是不照做，你儿子就没了。那你不能把人放在家里啊。爹，你们俩赶紧把人抬进去。哎，你叫郎中来，要是喝了酒就用凉水浇醒他。咋样？弱。有救吗？喝没了。有救吗？悬。爹，要是他死了，他们就会来找我。要是我……儿啊，放心。爹再没本事，也会护好自己的孩子，让你娘放心，在天上好好歇着。爹，咱们得抓紧时间修跑道，赶紧让人把他弄走。别怕，啊，别怕，一定要找到你。前两天土匪大丫头刚来抢过粮食，实在是交不起您要的数量。你狡猾。我不狡猾，傻傻的。狡猾的不要，全部会死掉。我知道，不死掉，不死掉。太君，到我家喝水去，家里都烧好了，走啊。你爹让我来看看给鬼子喝的水烧好了没？还没呢。哦，谢谢你救我弟弟。没事儿，你家的事儿就我的事儿。害怕了没？没有啊，这有什么害怕的？顺子和胖子吓坏了，我安慰他们。嗯。粮食，七天，我来。哎，七天。七天，走，走。哎，对了，这锅是自己家里人用吗？不是。鬼子是不是又在难为我爹？可不。
乡亲们，日本人只要还在这里多待一天，咱们就没好日子过。咱们得做点事儿，帮助那些能收拾鬼子的人把鬼子赶走，咱们才能踏踏实实的活。大哥，干什么事啊？修个跑道。往哪跑？我说你不插嘴，你会死啊你！咱们得修一个飞机跑道，越早修好，咱就越早脱离苦海。咱们就那点粮食，如果交给日本人，以后咱就真的没什么可交了。交不起粮食，日本人会干啥？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再一个，咱们自己今后也就真的没什么可吃的了，挨个的饿死，最后都得死。大哥，如果这跑道修好了，日本人知道了，不是也得死吗？我说你能不能先别使坏你那个破脑袋了？你不使坏，你这个破脑袋会炸。好，你说。咱们得赶紧修，修好了用完了就赶紧销毁。神不知鬼不觉，谁知道咱们修个跑道？就咱们这几个人，能修跑道？说，说，难民，有难民。行行好，给我们点吃的吧。乡亲们，我们这儿鬼子也来了好几回，我们的米缸早就让鬼子给抢光了。行行行，我们家里都被日本人杀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你们给我孩子吃的吧。这人要是有翅膀该多好啊！日本人来咱都是抢粮食，咱全村人都飞出去，等日本人走了咱再飞回来。飞机天天从头顶上飞咋就不下来呢？眼看着美国人就快不行了。我要有翅膀就抱着美国人直接飞过那座山，送到芷江机场去。民国28年我跟我爹去修过芷江机场，那儿附近十里八乡几万人在修，每天都管饱饭吃，占足院还给大养呢。跑道长什么样？又平又硬又直。还有9天，咱得把跑道修好。太古大佐来电，问我们的进展如何。回电，目标受伤潜逃，我部正在全力搜查。嘿，都拿出来了。哎呀，最后一趟。你们谁过去修过芷江机场？我。帮我们修一条飞机跑道，每人每天3个2面馒头，多干多领。不干的现在可以走。我干。你想弄个晒谷场，没想到要弄个飞机跑道，这不都你的主意吗？
喂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就为给你们修跑道，我们村借了很多粮食。之前说那些肯定是不行的。这样啊，你呢再加100块大洋，好不好？100块啊，说定了，说定了。坤子，他看着快不行了。姐，你得想想办法救救他呀。这伤实在太重了，剩下的药也用完了。他从天上掉下来的女子，一定能活。按照这速度，还得需要好几天。也好几天啊！答应好人家，十天之内在10天之内救完。这么干，等美国人飞走了，我们也刚好累死了。算了吧，你什么时候干过刚好的事？本来嘛。别废话，你去给我弄个石碾子来。那我先回家，把我家那石碾子弄过来。碾粮食的太小了，我打听过，在纸浆跑道那碾子大得去了。咱们村哪有那玩意儿？石匠村有，十里八乡的碾子都是他们做的。几年前我去过一次，就知道村里有个大石碾子，足有一人多。走，别忙，那人不好说。我有办法。要找一个美国人，你们见过吗？你怎么就这么喜欢麻烦别人呢？爹，你除了会叫爹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我以后要是死了，你能不能养活自己？爹，你不会死的，我死了你不会死的。快赔！不会，让我赔。我的命大人，我要亲手替你宰个鬼子。
石英姐，嗯，那个美国人会不会已经逃出了我们的朋友圈？应该不会，除非你另外这队伍得帮助他们，否则的话他们逃不出去。你是说除了袭击我们的人之外还另有人马？普通老百姓能让我们这样狼狈吗？还拿了啥？你拿这个干什么？结婚。还有啥？谁拿走，我在他家门前哭一辈子。呆子、顺子，你们两人把这些东西拿去埋着。那坤子呢？我在家跟他商量大事。爹，为啥不让我去啊？天黑了，你去干啥？检查左手无名指，有没有戒指？报告，没有。爹，你咋还不回去啊？我心里不踏实，总觉得鬼子随时可能会找到这儿来。爹，别担心，鬼子不会来的。鬼子已经告诉你了。是我，你爹。别插话。你是怎么和老邱叔成为朋友的？当年土匪田老七祸祸咱们芷江十里八乡的时候，我去石匠村找你老邱叔，想联合他们干掉田老七。你老邱叔没同意，说他们不干田老七，田老七就不会惹他们。可是没想到，你老邱叔的亲兄弟
把我要联合他们的事儿告诉了田老七，田老七就带人血洗了咱们跑田村，你娘就是那会儿被他们杀的。那他不应该是咱们的仇人吗？你老舅叔听说这事儿，二话没说，亲手宰了他的亲兄弟。他跑过来跟我说：“哥，我弟是个畜生，我要和你一起干掉田老七。干掉田老七以后，他跑到你娘的坟前说，他愿意一辈子为咱家做牛做马，替他弟弟赎罪。我当时也很感动，就跟他磕了头，结拜成了兄弟。”爹，那你真的会为了他杀一个鬼子吗？儿啊，记住，有些话别轻易说，说了就要做到。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尸体是假的。啊？有人故意造假尸体，拖延时间。你是说，那个美国人还活着？就在不远的地方。说好十天，还有四天呢。过来，美国人咋样了？挺好的。没药了，人还没死。你咋不说实话？先说好的嘛。我没教育好他。我告诉你，我会来找你。你撒谎吧。没有没有，好了，快修好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不着急，我是告诉你，我说话算话。赵郎中来，他肯定喝多睡着了。两水交警啊！腰间枪伤，对，剧痛，知道。有四个呢，看来里面
三个一起死了。爹，你咋知道？儿啊，别怕，你快没事了。我弟说你吓唬他，你干啥吓唬他？怕他不救美国人。为啥救美国人？人家帮咱们打鬼子。将心比心呗。对。我弟他要是没救活美国人，你会杀他吗？只要他没把美国人交给鬼子，只要他没杀了美国人，我只会吓唬他。你们是不是要杀我呀？哪有？哦。Thank you.
长官，别杀我儿子，其他的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叔，我明天走。我跟部队失去联系好几天了，得赶紧找人来帮你们把美国人送走。叔，别怕。不怕。赶紧把跑道修好，人家帮咱们打鬼子，咱们不能只看热闹是不？日本鬼子祸害咱们国家这么久了，该让他们回家了。咱们中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多代价，死了太多人，没别的，谁欺负咱们，咱们最起码不能由着别人欺负，得有血性是不？还有对朋友，知道怎么对朋友。我相信你。哎，睡吧。把灯吹了吧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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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说，你咋了？请说话，请说话。干活去。哎，喂，喂，喂，啊，说啥？喂，爹，你咋了？这跑道修好了，美国人可别不来接人呢。干活吧。想不到因为我给大家带来这么大麻烦。你别内疚，大家都习惯了。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，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干得好像挺那什么的。哎，我也觉得挺那什么的，我就是担心姚叔，他估计被吓坏了。你们不了解我爹，我听我娘说，我爹胆子大起来可吓人呢。真的，没觉得。喂，哎，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告诉你不说啊，粮食已经快吃完了，我们这边损失很大，亏大了，强烈要求加钱，强烈要求加钱，加多少这得看你诚意了啊，你先说个数。啊！你不说，我说了，最起码加。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他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简单，将军，简单。你怎么会来？你忘了？我说七天了，六天。我来提醒你们。你们怎么了？爹啊，
你别着急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没走多远就碰见他们了，怕你们这边事情败露，就跟着回来了。这两天忙着修跑道，他说他七天后来提粮食，全给忘了。小林要是不回去，鬼子会跟过来的。可三天后美国人才来接人呢，咋办呀？爹什么爹呀？爹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吃饭，吃饭。哎，你今天动手了吗？爹，你没看见？哎呦，我眼前一黑，尽想着灭口的事，我啥也没看见。我动手了，今天有个鬼子救我和顺子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吃饭，吃饭啊。哎，你洗手了没有啊？啊，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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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咱们得抓紧时间提前呀。要是美国人能提前就好了。翠，快，快！刘村长，我是。他们两个是我的孩子。这个跑道怎么回事？跟美国人修的。为什么跟美国人修？我去游击队给我打死我儿子。什么游击队？我不知道，有一百多人都带着枪。跑道修完以后做什么用？美国人来飞机，把他们的飞行员接走。飞行员是不是受伤了？是，快死了都。在哪里？在。什么都说了，在哪里？什么？在哪里？在我家地窖里。一定要把他治好。你救他也有难处，我理解。是啊，太君，我们小老百姓哪敢跟皇军作对？你也知道，我们哪是皇军的对手。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，我听得出来。谢谢太君。你要是敢说假话，你村的所有人都要陪你一起死。我知道。美国飞机什么时候到？四天后。可是你跑道没修好。是啊，太君，我这心里不是也着急吗？就想着赶紧把美国人送走，能少点事儿就少点事儿。四天能修好吗？拼吧。这样，我派几个人帮你们一起修。啊。
哭什么？掌柜和顺子被打死了，我站在旁边一个屁都不敢放。你把一切都卖给鬼子了，人家没付钱，你还卖了个彻底，是该哭。他们是鬼子，别说鬼子，现在人家是你的亲人。你个混账娃儿，你说的是这个话？如果我不说着，你们个个都得死就死呗。美国人伤得那么重，人家有大夫可治好，咱们谁能走得到？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，看着跑道修好，鬼子把美国人都抓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快睡吧。掌柜兄。掌柜兄弟，你说你多什么罪呢？你，哎，别哭了，睡起来。申仁君，我们要立功了。有懦弱的支那人在，立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会娶我吗？会。我大你三岁。女大三，抱金砖吗？吃啊！哎，你是个老实人，我就一直教我，一定要做个老实人。我不听话，他就打我，把我给打老实了。我的父亲也打过我，他爱喝酒，
喝完酒打我的妈妈，别打我。哎，天下的父亲都一样，就希望孩子能好好的，好好的。你的儿子听话吗？听话，听话，我都没打过他，特听话。你说他遇见过游击队？哎，是。有一百多号人。对啊，他说他只见到四个，来我家里有一百多个。那四个里面，有三个被我们打死了。那一百多个再来过没有？没有。他们说，如果不能把美国人安全送出去，他们就要来收拾我儿子。那他们的样子你还记得吗？来的人黑人瞎伙的，他们都蒙着脸，也认不出。哎呀，你说他们都蒙着脸，拿枪口对着我儿子，我吓死了。我打死了你的村民，你恨不恨我？不是恨，是怕。怕什么？怕你把我也打死。不会的，你帮助了我们，我们不会打死你。谢谢太君，来，太君，今天，哎，干杯！干。吃。哎哎。
我妈的！你给我拿过来！叔叔叔，爹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给他给我这真吓的！哎呦！我接到消息，小林少佐来跑田村征集粮食，到现在都没有回去。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我女儿让这个畜生给杀了。你知不知道小林少佐的消息？我的孩子被杀了。我再问你，我不知道。我女儿让这个畜生给杀了，我他妈哪还管什么小林在哪儿？我女儿死了。被这个畜生给杀了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啊？小林少佐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小林少佐带着四个士兵来你们村。现在都没有消息。一共五个日本人。五个日本人。你告诉我，他们在什么地方？是死了？还是活着。如果我知道了小林的下落，如果他是死在这个地方，你和你的村民一个都别想活，明白吗？一鞠躬。再扣上。三扣上。石仁君，抓获飞行员以后如何处理这些人？让他们变成死人。你是不是很难过？是，我杀死了一个日本人，杀死了自己的同胞。为了消灭浙江机场的敌人，你这样做是对的。一百条中国人的命，也抵不过我同胞的一条命。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解释？
去娶你。孩子，爹得让你先入土为安呐。家里你是老大，啥苦都让你吃。爹偏疼你弟弟，你从来没有埋怨过爹。爹对不住你。爹欠你的太多了，爹还来不及还你，你就遭了这样的大难。爹给你磕头了，孩子，爹无法改变世道，爹能做的就是不能让你白白死掉。你若天上有知，就保佑你的弟弟，让他好好活着。活着，干什么？找你有事儿。你别找我有事儿，回去吧。你不是想娶我吗？我来了。你不行，算了，回去。可是我想娶你。啊！你如果不答应，我就不回去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等一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想娶你，嫁给我。别废话了，答应吧。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要娶也是我娶，要嫁也是你嫁。他奶奶的，敢跟我反？别废话，赶紧行礼，赶紧去给我打鬼子，然后回来洞房。大胆，敢跟我们东家这么说话，活腻歪了吧？去。打鬼子？打什么鬼子啊？我们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，他是帮咱们中国人打日本鬼子的。现在他受了重伤，就住在我家。本来我们答应好人家十天之内修好跑道，人家派飞机来接走飞行员，可是我们被日本鬼子给发现了。只要美国人一来，就会被鬼子给抓到。男人说话，要么不说，只要说了，就得说到做到。我答应好人家把飞行员送回去，我就要把他安全地送回去。可是现在有了鬼子，我没办法了，就来找你。
你有人，还有枪，你就应该帮着你男人把鬼子给打了，把飞行员送回去。要不然你男人就是个说话不算话、有恩不报的废物。你看着办吧。你一口一个你男人，一口一个你男人，你是谁男人啊？信不信我宰了你？有本事宰鬼子去！去！别在这对着我吹牛皮装 bug。哎呦，哼，几天不见，你这小嘴变得能说会道的呀。就凭他们村那几个笨蛋还打鬼子，滚，赶紧滚。我的朋友被杀了，游击队的大哥被杀了，石匠村所有的乡亲都被杀了，老邱叔被杀了，我爹说他是个非常仗义的汉子，我姐姐被杀了。我告诉你，后天一早，要么你们帮我们杀鬼子，要么看着我们是怎么杀鬼子的，否则你们才是笨蛋。滚！都疯了吧？我还没让人走呢，你怎么让人滚啊？我看不惯他在你面前吆五喝六的。滚！跑道修好了，明天一切就结束了。感谢各位的配合，尤其要感谢姚先生的帮助。来，这杯酒敬各位。姚先生，乡亲们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来，咱们端起酒杯，敬太君一杯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乡亲们，我不会做汉奸，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保住大家的命，是为了保住美国人的命。现在我不得不告诉大家，跑道修好的那一天，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。
我没啥说的，我想一定要把美国人送走，咱们只能用兵，做到这一点了。再等一下。诺言。